便利店，有两只蜗牛背着书包讨论书卷题，酒吧里沙皮对狐狸倾诉着秘密，太多太多的总是一定与一个交互的交互套在圈里面啊，每一个交互，这个交互在圈里就算套中了，每一个这个KTV 冷帽举手勾着的举个招牌啊，对，这个好啊，下扔一个。我觉得那个黑熊啊，他套中了一个，哇，他好厉害啊！会。比较瘦了，谢了都。怎么有点会逼死我的感觉？太难了，感觉。我连这个小的我都套不到，我都不信了。我就想套他来着，套了。厉害厉害啊！谢谢。小黄鸭。小黄鸭。小黄鸭腿。哎呀！哎呀！主要这个很好看啊，就这一小块，这个是我这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颜色的，然后我就还一直还喊套着它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你可以跟我比赛，你要试吗？也可以。遇到他两个吗？哦，这个人重量好重啊！用那个拍那个做的奥特曼啊，丝做的，弹簧啊，铁丝。没有想到后面这么热闹啊，半夜两点钟都是这样的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鱿鱼看一下，铁板鱿鱼。可以是大鱿鱼。我要两个就够了。都点啥了？点鱿鱼、羊肉串、牛肉串、花菜。没事，我吃点东西。Later。
这个也太大了吧。我哥哥教我说吃这个其实应该要蘸醋吃。嗯，夏天在这儿吃东西还挺舒服的。嗯，再晚一点就好了。他们家号称是这个夜市里最好吃的，真假的？你是问谁问出来的？问这卖鱿鱼的人。好残忍哦！我吃过这个，爆浆吗？它不爆吧？它是干的。但是里面有东西不能吃啊！那个是里面那个虫啊。也不同流的，让他吃。他肯定无所谓啊，他肯定不吃。梧桐应该能接受吧？水瓶座什么都能接受。我们赌50块钱，我赌梧桐吃，你俩赌他不吃是吧？啊，可以。等会儿要是我要输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一人转50。一般蚕蛹这种东西是接受的人就能接受，接受不了是一定不能接受。可以。我觉得梧桐肯定能吃。嗯。又要被拍了。我弄一个黄色假发，这个你能吃吗？啊，不吃。来一个吧。我不吃，好吓人啊！能吃吧？我吃个冰淇淋。能吃这个？不行，这个有点恶心。啊！这游戏任务吗？我们打赌，说你会不会吃蚕蛹？一人转50块钱。我觉得乌冬肯定能吃，水瓶座什么都能接受。不是，我想的是水瓶座应该什么都能吃。哎，不是，以前吃过，我们以前就总吃这个。这应该整个鸡架。嗯，鸡架，鸡架就是鸡骨，鸡的那个。你把肉全部扒了，你知道吗？鸡的骷髅。来，花花炒一下人生第一个鸡架。什么感觉？都是骨头吗？香不香？我还以为东北都是。东北人很细腻，哇，豆皮儿，这是童年。啥童年啊？你们童年小时候有豆皮吃吗？有，豆皮蘸鸡架。你童年就有这种吃法了？吃完以后，你今天起码可以，就是减少2岁。减少什么？减少2岁。为啥？要年轻2岁。逻辑是什么？就是小时候吃的呀，开始增加。你如果开一个烧烤店，你会叫什么名字？什么烧烤？华氏烧烤，怎么？华氏烧烤，就是华氏烧烤，那种老字号的感觉。对啊，就听起来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还可以叫啥？鱼肉火烧烤，鱼肉火。妈呀，这个点还在。第一个把我拉上台的是你。哎，不是吧？是啊。是你啊，我之前没有上，我从没有上台，我可稳定了。我要你把我拿上台，我就把那个片段截下来，做成了一个买了一个那个小手机，然后呢送给家里的那个亲戚过年的时候，就播那一段。如果你不参加快男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有才华的歌手，你会不会上明日之子之类的？你会不会上创造营那个青年？那更不会，你就默默的在家里创作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做音乐，我不能把音乐当爱好了呀。如果你那时候没出道的话，我并没有想说为了一辈子做音乐。那时候你会做什么职业？家装设计师。嗯，其实有可能对吧？我准备盖房子了。嗯。我想弄民宿，华氏民宿。啊不不不！你们是托吗？不是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是去做美术，然后他特别喜欢你。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？不是，我
我说你还不说顶流石锤？不是，是因为我没戴帽子。真的，你没戴墨镜，没戴墨镜，没戴帽子，没有遮挡。我再也不用什么把那个手机给寄到你家里给你的父母。如果有一天你就快拿过了个团子，对。